Thank you.
대단하셨네요.
共襟，即管说吧，共于苦恋中找点潇洒。深夜里，真的寂寞恋的他，欢送不羁万米醉吧。Thank you.
叫，我想大家俾多啲掌聲，我嘅管弦樂團，好唔好啊？俾多啲氣 ，Yeah，Thank you。仲有圍住我哋呢一班兄弟姊妹，俾多啲掌聲，同埋 Dancers，Thank you。多謝，多謝曬，多謝曬，哇哦！哇，坐低啦，即刻坐低啦，係咪啊？你哋好嗎？哇！我想問咧，今日蘇志威嘅 fans 有冇嚟到啊？咁蔡一傑嘅 fans 咧？咁蔡一智嘅 fans 咧？咁草蜢嘅 fans 喺邊度？哦！首先咧，我哋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呢個 Regress Hotel 演唱會啊！為了這次演唱會呢，我們真的籌備了很久，也都排除萬難，因為究竟開啊還是不開啊，怎樣開啊，就是這樣都搞了很久，我們三個人都很忐忑，但我們三個人都堅持一個信念，一定開到的。為什麼我們要說 Regress Hotel 呢？就是因為呢，相隔幾年啦，我們覺得是一個時候呢，跟大家 reunion 啦，也是有一個任務的，我們今晚就是跟大家有一個 rehab 的作用，將我們的音樂跟大家 rehab， 即是一個音樂治療。我在這裡就做一做個音樂治療先，請大家現在合上你的眼，然後將你的下巴微微向上去，想一想以前紅館的氣氛啊，看演唱會啊，看草蜢啊，那些慢慢 feel 下，現在那些人又回來了，全部都回來了，大仙翻曬嚟啦！然後你擘大隻眼，我哋真係翻咗嚟紅館。耶、yeah ！每人眼裏面都有一團嘅綠色火，呢團就係草蜢嘅綠色火。有咗呢一團草蜢嘅綠色火咧，今晚就不得了啦！你想做乜都得嘅，例如咧想同我哋合唱，合唱啦；想拍手掌，咪拍手掌咯；想尖叫嘅，尖叫；想企起身同我哋跳舞。跳舞，想唱到幾多點，唱到幾多點？點解啊？因為咁啊，係尾場啊嘛。係啊。咁同埋大家頭先入場嘅時候，有冇收到我哋草蜢為你精心嘅一個小禮物啊？好耐冇見，所以我哋有個小禮物送翻俾大家，就一個口罩係咪啊？大家入場嘅時候收到嘅啦，口罩就係、是、一個 Regress Hotel 嘅口罩。咁呢個一個即係幾月裏面我哋冇見大家嘅一個小小嘅心意，希望我哋下一次再見面嘅時候係唔需要再用呢條口罩 ，OK？ 所以都係雙面就得㗎啦，使用嘅呢個 OK。咁咧今日咧其實同五年前咧你哋嘅氣氛你哋嗌嘅時候咧係唔同嘅，因為五年前你冇戴口罩，所以你嘅音量係好普通。今日戴咗口罩嘅時候咧係隔咗少聲，所以今日你哋嗌嘅時候係要盡力嗌，知唔知？咁咧，我哋就今次一個任務咧，就是、rehab 幫大家 rehab 啊。咁我相信幾年咧，因為疫情咧，大家都做運動啊，係啦，有啲疫情嘅分離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少咗做運動。我知道有啲人疫情肥啊嗰啲嘢。咁我哋嘅傳統就係、是、咧，就係、是、做呢一個人浪嘅嚇。咁我哋咧就藉啲而家呢一次咧，就同大家 warm up 一下先，就嚟一個人浪先好嘛？就呢邊嘅朋友開始啦。啊，因為咧上邊嗰、那個圈咧就比較大啲，咁所以咧。你哋咧就要追快啲，知唔知啊？咁我哋由呢度開始起個浪咧，就開始由呢邊咁去嘅喎嚇。試下大家有冇究竟呢五年之後咧，有少少反應就好咗嘅嚇。慢又咁啊，係啦，準備咯，準備好未你哋？見到你哋咯，一、二、三，起，一，左邊，去啦，嚟啦，嚟啦，左運動啦，右邊朋友跟住啦，要跟快啲。最好啊！呢、這個音樂潮最好嗌埋出嚟，耶！最好，大聲啲，大聲啲，大聲啲！我星期六啊，嚟啦，使翻工啦，嚟啦，放假啦！哇！上面，上面，觀眾朋友追快啲！
日日生，像吊灯，无言一个人，依依独步夜雨等，爱人也会无声走近。不清一
暂停，一切的奋斗理想与爱火。We'll be right back.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再笑想到知底，在这夜一生一世都可冲逝，在这夜不分轻重都要放低，在这无忧的年代最美丽，梦幻像空空的虚虚的远远的，来现场无人陪你看那感情游戏，不得到伤心都有趣味，忘吧狂热全忘记这世纪，来吧来吧我是吗，来吧来真的高价，来吧来假的高价，梦就忘记呀，不可是吗，来吧来差的品就差，来吧来思想分到家，原谅神秘
埋藏着你与我这失恋的经过，梦想一切完美，梦想不会成真。对一个人。
个人爱错。中意草蜢嘅萬多啊！中意，其實你自己中意。其實草蜢好多萬多好多情歌都係好好聽嘅。咁啊，我哋喺當年咧，我哋都用咗好多心機去做唱片啦。咁所以今日咧先至獲得你哋嘅認同啦。咁所以係非常之開心。咁唔知後生嘅歌？有邊啲歌係陪伴你成長？因為草蜢嘅歌好多時喺你哋拍拖、追女仔、失戀，甚至求婚、結婚都用咗埋啲歌，係咪啊？有冇唱出你嘅心聲啊？有冇唱翻你哋嘅年代啊？葉麗麗咧，我係自己揀咗啲，我唔係我想講，我仲有少少講 ，sorry， 你講。我哋講嘢係好隨意嘅，因為我哋幾年冇見啦，都係好想同大家一齊傾下偈咁，所以我哋今次演唱會裏面完全一個稿都冇落過。係啊，我哋就好似平時咁傾偈，所以我哋成日會撞到撞標嘅，即係撞標，你哋好介意 ，OK？ 其實頭先阿蘇小偉講咗啦，咁啊，其實好多歌曲都係陪住大家一齊成長嘅，啱啱？正正因為咁，草蜢今年係成立咗第37年。嚟緊38天啊！有邊位唔夠37歲嘅舉手？喂，佢哋73都嚟緊咯喎！佢哋有時咧，佢哋兩個嗰啲嘢點樣？但係佢哋唔係好中意講。咁我就話點解唔可以講？佢哋覺得話好老啊咁樣。我話唔係，我話呢啲係我哋嘅經歷，係我哋嘅經過。是你們的見證，我們由十幾歲唱歌、跳舞、流汗，將我們的青春全部奉獻給你們。為什麼不可以說我們今年草蜢是成軍37年？我很proud我是自己草蜢，對嗎？起碼第時我們再不會唱歌的時候，香港有一隊組合叫做草蜢。但我只是相信我的體能又好過37歲那些。但是如果沒有了你們，草蜢是不會站在這個台上面。多謝大家今天來支持我們，多謝大家。所以以下下來有一首歌曲是我們三個人很喜歡，亦都是送給大家的《心中的歌》。《心中的歌》呢，這首歌就是很奇怪的，一響起鋼琴聲呢，所有人都會著燈的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拿你的星星燈出來好嗎？快乐飘过，冷漠飘过，独行仍一个，怀念昨日昨日一起哼过的歌。昨日的你，昨日的我，美梦纯纯的真我，流泪亦是开心，不放下自我。岁月跨过，昨日跨过，自然成像里，仍未幻灭，幻灭当天写过的诗。记下的你，记下的我，只有情怀争取过，回望昨日的诗，真挚满过。回到孤单之中，漆黑一个，唱着这首歌。
必必感应到，只会低调地叹过，这首诗歌祝福快乐跨过美路，无论每日幻变处境如何，纵是一个纵是漂泊旅行，同流抵过，还是默默庆幸心中所爱的歌。以后的你，以后的我，偶遇日潮中走过，情意绝未消减，不变是你我。Not that I'm seeing. Final words, you say to me, I'm so happy.